法律有尺度，法官应该有温度，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。我们作为法官，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？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说法。我是要给当事人解决问题的，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。我真的挺想帮帮他们的。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，尽快止损，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。你让他们撤诉吧。我接受不了。咱们走着瞧。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，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说理，而法官呢？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我不是神。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，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，他能看见，能记住，并且能念我的好，我就不怕了。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这也是我的使命，是我们的使命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这就是卷宗；可对当事人来说，那就是人生啊。